OK，Hello，、okay,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我们来到这场这局视频啊，是结算后，积分结算后的 NG 场。为什么会录这一集呢？我觉得自己很有趣，对。有趣的点在哪里？等一下看就知道了，对啊。好玩的是，我玩的是上路新基德。我选的是起风法术，符文是起风法术，然后配重击，这样可以做很多转换。然后重击可以在对方野区，或者是在线上吃兵，可以有一点点优势啊。洗兵嘛，跟回血，重击重野怪回血。好，现在对方的野区入侵，插个普罗视野。Minions have spawned.原本是在越塔，结果他们的石头人蛮机警的，在这边守了一下，就发现啊，遇到石头，赶快跑。因为他点了 Q， 所以我也没多做越塔的动作，我们就回到线上吧。因为时间也超过了，那个兵线已经进来了。我们先快速的把这六只小兵洗掉，因为那个坐在他们野区做那根红眼看到，就是那个是红旗，所以就大胆的越塔，第二波至少要第二波了，第二波这边可以快速的洗掉，成功来到了两等，还可以走过来。来吃吧！我重疾配毒，不小心把他的大狼给吃掉，所以算我赚到。重疾这个时候就发挥出效益，回血效益。那我们的塔龙单杀了雷兹之后，要入侵野区，但是他被那个视野，人视野发现了。好，既然塔龙已经跟上来了，然后就会回头。准备来帮他，哎呀，准备帮他，只是我的魔不够啊，我的魔血不够。最后那个进草跳，就把他砍死了。那个这时候隔枪一缓到了我，觉得可以杀了我，就闪现了过来。很可惜啊，我那个一丢了之后。Q 的魔力不足，它自动关闭了，不然那应该会被毒死。好，我就赚了一个蓝 buff， 一只狼，一只蓝 buff， 回到了上路。好，这来到了石头还是两等，而且它是灵芝兵啊，它为了支援那个意气相挺。什么兵都没吃到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黄跳剪，可能是他的心理解吧。好，这地方石头已经失去 poke， 哇！由于我丢了他，所以被兵救了不少下，血越少剩100滴，剩下42滴，哇！他还想追过来，我也不懂，好吧，就把他丢进塔下。成功击杀石头人。由于石头人带的是 TP 嘛，所以他已经 TP 回上路，继续吃着兵。哦，好像不太擅长吃兵，所以一直漏兵。对，所以啊，为了补足他的吃兵不稳，所以他带了黄跳，加减补钱的意思吗 ？OK， 好，回到上路，继续着史蒂德的老套路，洗着兵，
洗到那波兵，我们去越塔。因为我带的是有小兵去殖器的符文嘛，所以越塔洗炮车这波就很轻松。W 把它黏住，我这个一刀、两刀、三刀，差最后一下了，杀到吗？杀到吗？这个用斩怒衣，想要自信回头，没想到甩了个空，心机的成功逃脱。不错不错。起风法出第一段时间，完成我们的本能传送，回到上路，这样不仅不会漏兵，而且也节省很多时间。石头由于刚来的那个会战，他回去了补了一波，所以他现在漏了一堆兵。我们快速洗兵后。我雷哥在野区，我回头跟着上来。塔龙这时候打了三的问号灯，我猜雷兹应该是要过来了，可是因为没有视野，所以我是猜他要往下包，可是居然走了上来，就被三个人制裁了。当下应该是去堵雷格尔，雷格尔的话应该可以击杀他，因为他这边他是攻击装嘛，对啊，没有摸魔方装，这三个人包甲真的是啊，定在原地不知道定多久。雷兹那个 W 太定身太久了，没办法思考太多。好，我们比数来到7-3，哦，8-3。中路这场非常的糟，单杀或者是支援帮忙 kick 击杀都还不错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上路啊，然后石头不知道怎么撑这边，可能在回讯息吧，或者是想家还是之类的。我们这时候已经快9分钟了，9分钟。蝎子差距有点大，我已经吃69只，他才吃10几只而已，甚至比那个他们的枪狗还少哦。好，看终极可以回血，觉得真不错。Shut down。那心机的线上洗兵不太会扣血，可是有时候有没有你要越塔或者什么之类的被塔打到，或者小换血冲进来别人野区重击一下，哇，补那100多滴100-200滴也是很爽。上来上路，砍了塔一下，然后就又走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想要到底想要做什么。对，他现在战绩哇，10分钟000，嗯。
10分22秒时候破了第一座塔，然后石头人呢？石头人来到了中路，吃了22只冰的肉中路，可能是因为上六就是要来撞一波。好，我们看他怎么做这波操作。在这边埋伏着塔龙，好，等了一段时间哦，塔龙进的早。是的，你直接开了 R， 中了下去。我们塔罗也很果断。R 技能开启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因为雷兹探不到隐形中的塔罗嘛。然后就离开了，安全离开。石头人第一段啊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对。好。石头还拼命想做事。Q 了一下塔龙，塔龙现在残血，准备回家。Killing spree. Shut down. Shut down. 我会从这个中路做个小支援，走过来这边，让消耗一下雷兹的魔力。丢个一两下也没差啦，对吧、啊？这样我们塔龙就可以安心的清兵，毕竟他没有魔力，没有魔力就不能做什么事。一直开了 R， 传了过来，两人追着塔龙，死命的追，回身一个 W， 缓速了两人 ，OK， 没事。没事的离开了，因为野区那边啊，他们又左半部野区没有什么视野，所以我不敢轻易往前。虽然我把那个法师的技能改成了鬼步，还是不能太压，太压线。好，雷哥躲在草丛区，因为我没有右左半边的视野嘛，所以。先洗兵，哦，看到雷哥，直接开大，果断开大，后丢我就也不跟他多作战了，就是跑吧。毕竟不知道那边有几个人，视野没有做好，空大也无所谓啊，对吧、啊？因为反正大绝很快就转好了。因为刚才冰杖还没出，所以不作战，回家出了个冰杖。时间还到13分40秒，这时候跟石头人的蝎子差距已经差距到八，七十几只了，对。这种看起来不是新手啊，可是为什么？可能不是专职上路的啦。他的想法、思维逻辑有点特殊。好，他要回家了。石头。人们看得大，跳过来，跳过来，下，还没有逃出塔克斯的普攻距离，还是被点死了，闪到草丛也点不到，结果还是死了。好，石头人回来了上路。开打，雷兹看不到，
接一个闪现，回头不被击杀的那只。我们卡龙，把那个击杀了，跟石头人很怒的追击，想报仇吧。好，被包夹，一个翻身，一个一翻身，逃离魔掌。OK， 好，这我的法术转好了吧？因为没有什么技能可以换，所以就换成一个进化。换进化也没什么原因啊，就是随便乱换，可以按就好了。那个看到我的残血，冲了过来，这时候听到那个吼声，马上关掉商店道具栏，做了一个闪现进化，闪现闪开他的第一波攻击。进化解掉他的衣环，好，然后时间来到我们16分50秒，这时候比数16-7，比数有点悬殊啊。我们下路算大赢，中路也是有来有往，可是他人头还拿的比较，因为他有支援过一次嘛。我们。江狗部分就差比较多，他们江狗拿头拿的蛮多的，可是我们江狗001 OK， 我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。哦，这时候中路互换了一波，雷兹比较赚，多赚450。好，回到上个狙击兵。这石头也不回上路啊，他就，可能觉得打不过吧，打不过，然后也不控线，就是兵线就放掉了。对，我们既然带了海克斯闪现，就是要来高地洗兵。这石头人射击包夹了过来。轻轻的开的大，好，小技能的空，雷兹见状，队友包甲也跟着冲了出来，雷兹开大，断出去后路，就进跑进刚好复活，从后面走了出来，点着，就赚了这颗头。可惜，死亡草丛，唐蹲着他，去。可他们雷兹很奇怪啊，看到神魔已经在那个草丛被杀，也不对，对，就是勇敢的，勇敢的面对，觉得吃兵比较重要吧，对。让唐龙轻松的拿下这个人头 ，double kill。石头人的第一个击杀就是塔龙的塔杀，
错不错。拿了个下蛋，赞赞赞。这哪只是何人？我打了过来，哪只闪现上来？江过在旁边，好，跳了，他跳了分身 ，OK。轰炸吧，对。然后我们吃了河道的果子，补充了战力，继续回到线上洗兵。好，发现石头人，石头人还不走啊！在还没有冰杖之后，可能留不住他啦。可是有冰杖之后，他真的是没办法逃离耶。因为他要出坦装，你看，出一个斗篷，燃烧石，燃烧宝石，再一个水星血，毒是挡是挡比较久啊，可是很轻松击杀。小鹿的剑，守护着，守护着上塔。哇，那个真的跑得很快，暴击之后那个加的跑速太快了，追不到他。那迂回着。我出来了，硬道，闪现，再大。哇！第四下制裁了上路袭击的，好看到雷之惊人。还是不要跌到被动，一波爆发带走。塔龙十四颗头啊，就是有够肥的。完成 TP， 来到下路。四个人轻松的啦，啊，31-15的比数了，太悬殊了，对方也没有什么再战的意愿，选择投降。这局哦，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这个小丑啊，啊，那整场就只有954的输出啊，对吧？我真的不懂啊，这到底是 NG 的多牌文化吗，还是怎样？就是可能有人叫他不要做事吧，因为太顺风了。啊，塔龙想杀人，下路的这个也是想要杀人，就叫他不要做事，所以他从头到尾就只有954的输出。好啦，这个影片到这边也差不多结束了。
本身是喜欢看亚洲诗人的辛吉德啦，对啊，可是有照过他，有照着过照着他的玩法玩过，可是总觉得没有到是很强哦。我觉得他们玩的那些，因为他们高端都是很强的玩法，很强，可是少了那么点游戏性，我才会觉得啊，既然都已经 S 8了嘛，我们要玩一些不同的玩法，所以我把符文改成这样子啊，启风法书带着海克斯闪现，然后有小兵驱使技可以做洗兵、扭曲药水做那个补充，洗兵的那个能量补充。然后至于因为我带重疾嘛，所以一定会在野区做一些入侵的动作，所以我把这个副符文点的是幽灵普罗，还有嗜血猎人。嗜血猎人是在我在洗兵被包夹的同时，可以多少回一点血量，因为加上这个扭曲时间扭曲药水跟这个药水的补充，这叫什么巫佐药剂啊，对吧、啊？可以加减吸一点血，你看吸了2000多，很不错。拿到助攻的话，他又可以再成长爬树，对吧、啊？加上重疾。野区野怪的回血，就蓄战力啊，或烧的能力都不错啊，对吧、啊？好，那游戏就回顾到这边啦，拜拜。